到说小庙最下来就怎么他们家在他们家要到对开开小庙最哎，这比较好，有体会吗？好，再来，回来，小对数，回来，我用那个包括小对数，回来，对，走，对，再来，就这个，不对，再来，你的脚没有对数，是。老师之前也说过，我手指没有指到五指一样。对，不对，脚对数不是方向而已哦。明白 ？Hello， 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你们看他，好，你现在不对数，你对他。对 ，Victor 吗？对。好，你现在是。正面对他哈，他现在要做一个含衣步或者三七步，啊，要对他，好走，你看，他的脚没有对到他，回来，走，没有，没有感觉他的脚有对你吗？脚是真的脚还是全腿？前面啊！啊，感觉有点偏掉了。对，再来，你对好它。对。对，龙哥来对对它。先站好，先站好，对好它。脚对好。好，对他，稍微好一点，不够，再来，先不要手脚，他有没有对到你？感觉第一次比较好。啊？刚刚第一次比较好。他有没有对你？没有。没有啊、你看吧，你也是。对，老师在这边看就差。我可以看。来。我们看一下。你看这个问题太多了。很大吗？就像指那个吗？你对他。对他。不对。哦。没有吧？对到不是生理上，不光是方向是对到，对到是我们讲力量要过去，所以我本来是这样站的。我的这个脚，我刚才是左脚嘛，我的左脚要对它是什么？我的左脚要过去，这样是不是对、哦、对明显对你？我站是这样，当我要对你的时候，我这个脚要对你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子。我这个脚要对你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子。嗯，所以你出来的是什么？你出来的不是这样子。你如果要对到，出来的是这样子。嗯。这有对到，出来这样子没有对嘛？没有对嘛？没有。这么懂？啊，所以我常说你们的手脚出去没有方向性，没有方向。老师可以再一次吗？对还是错的？对的。好，你看对到。是不是？嗯，对的。嗯，这是对的。嗯。以八卦的步来讲的话，八卦的步来讲也是一样，八卦对的。嗯。你看，对的，虽然它没有变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、你看，对的，所以我出对的，这是对到了。你的一个步出去，一个手出去，有对象，你要让它感觉到。那个力量是朝他的，而不是对到了吗？对到，不是这样对的。嗯。
看不懂，不是这样对的，对到你没有，对到他了，对到他了，这不是对到他，看不懂。老师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让那个力量对到对方？就是对对到啊，要把你自己的力量线延伸到他去，对他身上，看不懂？这样去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就没去啊，这样没去嘛。我虽然方向有对到，可是力量没有过啊，力量没有去啊。听不懂？啊？听不懂？要用那个意吗？啊？要用那个意吗？你当然有意啊，你我要朝那边去就是一个意啊。嗯，就是很像玩的。对，就是它是有目的性的，它是有目的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对它，我不用前面，我就算用后面对它，也是一样。你看，啪，这样也对它。哦，听不懂？我的意念是在那，我意念在那边，听不懂？啊、哦，懂了吗？骑马步也是一样，啪，过去，有没有？看不懂？脚尖的方向跟膝盖跟步，整条腿这个步啊，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的任何步出去，一定要有方向性。那个力量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方向，所以我说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甩，不要随便的上。你的脚从后面，我这个脚从后面要拿到前面去，它就有一个方向性嘛，不然你干嘛要拿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要朝它，我这个腿要朝它去了，我这个腿就是朝它去了。我是从这边开始，我就是朝他去，看不懂？你不能在这个地方随便，这边没有方向性了，过去就没有了。看不懂？啊，懂了吗？所以练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晃。啊。我感觉那个高手的气势就是这样出来，他就方向性就他准嘛，他的全身的那个能量，全身那个从意识到身体上面，全部都是往那个点去。啊，去试试看。